好，我们是东京走的桥，我是包博，我是文。我们这次跟畅游日本这个 APP 合作，要来介绍这款在日本自助旅行的时候非常好用的 APP 哦。这个 APP 啊，集合了自助旅行所需要的资讯以及功能于一身。它不但啊有真人及时的线上客服，可以解决你在旅游时候所有的大小事务，还能够搜寻寄放行李的地点，减少寻找置物柜的时间哦。另外还有大家最期待的折价优惠券，包含药妆、美食、电器、百货等等。那我们现在就来测试这个 APP 给大家看吧。Go！ 我们接下来要介绍大家可能会最期待的功能，也是各式各样的折价券。可以点一下这个优惠券，有各式各样的折价券哦。药妆店、AOX、Big Camera 或唐吉诃德之类的。你看，它连折价券都有提供位置。我们现在在新宿，所以我们去新宿东口店。然后呢，我们可以导航。就可以直接把我们导到大国药妆店去喽。我们现在到了新宿的大国药妆店哦。我们可以看到大国药妆有两种优惠券，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优惠券吧。就是满50,000日元以上啊，然后可以享免税，然后再加上7%，让你买药妆买到手软。那我现在到池袋东口的 Yamada Outlet。就实际来买个 Dyson 的吹风机去结账看看吧。那我们凭这个优惠券你的条码，那再加上你的护照去结账就可以喽。那记得要出示护照哦。雅马达的磁带店最有特色就是这边有全日本最大的钢弹的模型的卖场，可以让你逛到爆啦。那在这一层买钢弹还是可以使用优惠券的哦。来买一个钢弹 W， 来买个 ZZ 钢弹。在日本买电器必去的 Big Camera 也有优惠券哦。哇，距离我们1分钟就有一家 Big Cool 哦。我们到了 Big Camera 跟 Uniqlo 的复合店 Big Cool 喽。Big Cool 所提供的优惠券是电器的话有额外7%，然后药妆的话有额外5%的优惠哦。连大家最爱的唐吉诃德都有优惠券哦。出示网页之后啊，免税之后还可以再折2000块日币哦。所以呢，使用畅游日本这个 APP 里面的折价券啊，在新宿这种购物的重镇，可以帮你省下很多的旅费哦。出国旅游的时候啊，很怕遇到没有地方寄放行李的情形。那这款 APP 呢，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它还可以根据你现在所在的位置，然后去寻找有置物柜的地点哦。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吧。畅游日本的 APP 里面啊，有一个寄放行李的地方。然后进去之后呢，它就会根据你现在所在的位置推荐。然后像我们现在人在吉祥寺，就可以看到有一些未满500公尺的，那我们就选择一个地点去找找看。那我们可以就选择这家吉祥寺南口店的店家，然后可以看到它的有商家的资讯，然后它会告诉你说，哦，如果你是寄放手提包或行李箱，是多少钱，然后还有剩余的个数跟可以寄放的时间哦。那它这边呢还可以直接帮你导航。好，那我们就前往这个地方吧。我们现在跟着它的导航到达目的地咯。哦，竟然是一个房屋中介的店。以一般呢，不会讲日文的旅客来说啊，用这种方式就可以找到寄放行李的地方，真的是很方便哦。我们现在来到高原寺找到寄放行李的地方吧。我们去看这个咖啡跟 bar 好了。好了，导航。要走多久呢？450公尺，6分钟左右。再走一下就到喽。居然在 bar 里面也可以寄放行李耶。我们现在在新宿来找找看寄放行李的地方。那我们就前往这个地点好了。在新宿的话，更是有超多可以寄放行李的地方哦，让你不用担心啦。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线上的真人客服，来询问他们看看一些旅游常见的问题吧。在 APP 里面啊，有一个真人线上客服的按钮。我们现在问问看新宿的推荐景点吧。客服人现在正在写答案下来。有东京都厅、歌舞伎厅跟熊野神社。那我们问完了景点，接下来问问看就是车站附近有没有什么好逛的百货公司啦。
有新宿高岛屋、小田急百货店跟金王百货店。我们现在请客服帮我们推荐一家日式餐厅吃晚餐，然后预算是5000块日币。客服很贴心的问我是喜欢海鲜还是肉类，然后他也就是已经帮我开始找了。那我们来看他提供的餐厅，哦，和牛 A5 哦，哇，这个荷尔蒙看起来就很威啦，这个还有锅哎，哇，他马上要推荐一家给我哎，而且这是吃到饱的塔贝后代，哇，你看这个肉，这个种类。哇，加上冰冰的啤酒，真是太棒了。然后这个店的环境感觉不错哎，我们就跟辛苦的客服人员说声谢谢吧，谢谢。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次介绍的畅游日本的 APP 啦，是不是很厉害呢？其他还有很多我们还没有介绍到的厉害的功能哦，像是行程规划、路线的转乘、电车路线。还有汇率的换算也有哦，这些都是在日本旅游一定会用到的超实用功能哦。如果大家觉得很好用的话，就赶快去影片下方的链接下载这个 APP 吧。我是鲍勃，我是文，大家下次见，拜拜。